啊，他们就在前面骑，我们在那个湖里的自行车道，蛮不错的哦。多鸟叫声哦，还有蝴蝶，子豪跟妈妈都在前面骑呢，还不错。你看这边还有个别墅哦，很舒服的别墅哦，但是很多虫，我相信。它这有很多造型啊，你看。好多槟榔树，都是槟榔树的味道。